谣言。辅导人，辅导人，怎么了，小绿人？收工了。收工了？早收工了。那个老师们呢？都走了？啊？科班生也都走了？嗯。旁听生也都走了？嗯。只剩下辅导员你一个人了，快走吧。我们要关门了。我们要关门了。我们要关门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一年级要开始了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呀？10月22日起，每周六晚10点，江苏同古米西一年级，我们江湖见。胃不好，养胃早餐，江中猴姑牌米稀。